对，所以 Kemo 你也把被中国关进去做黑牢的这个经验当成是你修行的一个部分吗？是是，对，尽量吧，这个当然了，当然这是机会嘛，现在熬得过的，是，对对对，这个是。然后就是你看，如果那个是王生志，他到那个我们的旁边的时候，我们完全看不到，是一样的。那些我的亲戚家人的，他们从拉萨、从西藏各个地方都来到他的这个我们的那个成都市郫县，他叫郫县，郫县看书所的那个外面门外，甚至于他到那个有一些人，他到了那个就是那个他们的。就是很近的地方，很近的地方都看不到你，看不到，对，完全看不到。然后另外一个很像的地方是，我们一个地方没有越过，完全不认识，可是今天有很多人在一起集中，拥挤，那个拥挤的状况我一定要讲。拥挤是这个房子很小啊，应该是比这个大，当然大，比这个两倍吧，两倍大，两倍大，还是两倍多的地方，多一点，一定有，是两倍多。可是里面集中的人有30多个人，哇，30几个人要住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对，就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有很大人，就是有15个人，15个人晚上睡觉，比如说躺都没地方躺。躺都没有地方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很冷的时候呢，热的时候也是，人跟人的身体就是那个很那个热的情况下，那个粘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就是辛苦，很辛苦，是，对，而且很热的时候，粘在一起的时候很辛苦，是，再加上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是不太会那个叫这样那个。在神智睡觉，因为以前我们草原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睡，要不一说的很冷很冷的，所以就是大家都尤其是帐篷里面睡的时候，一定是这个锁着睡，着睡这个习惯是我现在还好，以前就是有，是这个习惯是我们很多那个草原的孩子都有，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如果就是说起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啊，这就是。然后就是我就是不说的话，也就是睡不着，而且很痛，很痛，很痛，就是很痛，是，等等有这样大大小小的一些。然后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的话，也是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就是他们会打，会，但是刚好这个有一个监控器，所以就是现在状况比以前好一点的。嗯，以前尤其是我后来到那个阿坝监狱的时候，有10几年已经在那边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些1980年或者1990年的情况的时候，真的很正常的，就是有那些被欺负，而且甚至于杀掉。等下打您的是犯人呢，还是官人？犯人，所以他也是用犯人来管犯人嘛。嗯，对。是官人的也有，是我后来在阿坝监狱的时候，还是官方那个监察，他也有打过我，他有打过你，打了有一次打了很严重的一次打我，然后就是他们。那请问一下，你们依据这个什么煽动国家分离这种罪啊？那你们家人有没有受影响？你比如说你妈妈啊？没有，都一样可以正常过。有，这个没有受影响，没有被中共威胁。对，但是那个我。的出所的时候，他帮助我的一个人默契，就是他的出钱嘛。其实他不知道内容，我也从头到尾见着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的内容。这是我没有钱，所以我要出书，所以就他帮我。帮你等等那个，然后有接电脑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有说一些威胁，就是政府一直喊他们说你们过来，你们过来，你们过来。那政府一直喊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人相信政府的，所以更怕，到底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还是怕，是，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打扰很多人，是，但是后来还好没有问题的，是。那么我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先做个小结论，因为您牢房的这一段，我还在找时间，是，会再请您讲得更详细一点，是，对，那我们就是先做一个。比较简小的一个跟几分钟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是是您在中国做黑牢的这段时间，您在看到的就是您被欺负，然后的空间非常的狭窄，那还有什么让您觉得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吗？
我觉得就，而且我看到很多那些监狱里面的，甚至于我就是一个房间里嘛，监狱里面那个看守所的话，我们是一个房子里，对，另一个房子的隔壁的水温有注意，你也根本看不到，听不到，听不到，看不到人。但是我们这个一个房子里面就是一个房子一直循环的一个循环，可是，被判死刑的人，死刑至少有七八个人，七八个人，对，跟你们关在一起吗？对，是。所以后来就是好像我自己判5年也好，什么也好，都好像无所谓的，就是不在乎的，不在乎了。我看到其他人的更严重的这些那个遭遇，遭遇，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忘记了自己。那些人也是，他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罪名啊？那些都是一些是就是杀人啊杀人什么的，就是有关系，但是不知道，不知道，对的，还是什么的，那背后的有些我在那个时候也是有些有关系的啊什么的，就是。一开始在判得很重啊，后来就没事、啊、是然后就是听说尤其是在阿坝监狱的时候比较海盗啊什么一些，就是很就是莫名其妙下他就是释放出来的，是这些情形也好，也有，对对 对, 对，也有。所以说意味着监狱也是可以用金钱或其他的方式收嘛，一定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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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定会有，是。所以就是当然是就没有钱的没有能力的无论如何是就是还是乖乖的就是坐牢，就坐牢，坐牢，对，是。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他们也说依法什么什么依法行政依法执行，对，这个依法的部分是就是我觉得是很可笑的，就是那个嘴巴上讲没有说真的做了，对对对，是。